两杯四杯三百块了，这五只三百了，咱卖到三百块了啊，少一个六银，哎，我少一个六只三百块啦，一只五十块了，来这边来。你好，麒麟 ，Hello。来，够可以，够可以来。来，这两只、四只来，这边够买来，够可以好啊。水的，大家拢水的，这四只、六只来。对，虾子剩七百，你要全要吗？兄弟。虾子快没了，你要赶快说你要，我帮你留下来，不然你到的时候可能会被买光。那个虾子剩下七百多对，那全拿包起来，包起来。好，就地帮你包起来了。头前个只啦，一只，一只，还六只，三百块。还过两个鲈鱼的无 ？OK， 我留给你了。两只、四只、六只，来到农家来，到农家，到农家。我搁什么鲈鱼的？鲈鱼哥，咱们吃无？金毛龙，水的呢，无人爱啊。拢外好，鲈鱼，鲈鱼，来。先让它摆在那边哦，先让，要不然，来，啊，这个给你的，这个虾子给你的。他说今天虾子没了哦。啊，你各位就什么料哦？还要吃什么？要点什么？哈，虾饼无，无虾饼，无虾饼。鲈鱼、澎湖葱，阿哥。虾饼了，我啷个吃？虾饼了，还给不了我们吃。不用赶，不用赶。给你的话，你不用赶，慢慢开就好了。你什么吃？我忘记了。这个我给你请四百块，给你请四百块，这个啷个吃？我早上只有这一场。我早上只有这一场。把你吹搞好了啦，一尾卖了先。我可以等你，我可以等你。过来，你若去鱼港吃，你一尾吹较好，还卖你八百，两尾两尾来，两尾两只来啦。啊，接下来啦，一尾卖四百，两尾卖八百，三尾开了少，开你一千块啦。两尾三尾开你一千块，甚至三尾一千，三尾八百，三尾七百了，三尾五百块，五百块。哎啦，上四只五百，什么只五百块了啦？五百块，海鲜唔够紧嘞啊，上四只五百块，安尼啦，我少两个人，靠腰，只两尾再来五百了啦。多加个八，打个八过来。海吉姆现在不可能一只一百块吧？来喽来，旁边个看一下，买五百块。真正嘞无啊，真正我今总共嘛只两箱尔，搁什么吃嘞？五百块，五百块上来只斤两三十四只嘞，这五只过来五百，什么吃？五百块，五百块，五百块吧这边。我还有谁要吃的？五百块，来五百块嘞！真的拢无啊，真的，来五百块啦。这样，来五百。嘿，啊，我先买五百了。五百块够咱们吃的无？来两位啦，第四位啦，第三位。梁小姐，今天我忘记带广角镜。梁小姐，我今天忘记带广角镜了，没办法。啊，剩下五位五。